3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不但要努力工作，而且需要承担赡养父母、抚养子女的义务，往往是人生最不好过的十年。在这个年龄段，我们更要学会深思熟虑，脚踏实地的做人做事。在俗语30不走三路，40不碰三事中也提及到30岁不走的三条路和40岁不碰的三件事，你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吗？解读国学经典，传承中华文化，欢迎订阅禅世界。30不走三路，不走歪门邪路。乔致庸接手家族生意时，非常困惑这样一件事。大哥乔致广与达盛昌在包头开展商战，技不如人，落入对方的陷阱，这不足为奇。可乔家明明在当地经营数代，人脉深厚，长达数月的商战中，乔家大哥和大掌柜竟然没从合作伙伴中听到一点风声，令人实在不解。直到他亲自来到包头，才找到原因。原来此时的乔家商铺早不复先祖的厚道作风，不但出售商品时会以次充好，还对无力还债的人穷凶极恶的逼债，逼得对方倾家荡产，走上绝路。顾客和合作伙伴们怨声载道，乔家生意又怎能不渐渐没落？幸好乔致庸及时察觉危机，重新诚信行商，宽厚对人，才终于挽回了声誉。这世上最凶险的门是歪门，最艰难的路是邪路。一时钻营取巧，赔掉的是长远名声；一时投机倒把，断送的是一生安稳。险中求的从来不是富贵，而是刀尖上的虚妄。老话说，小成靠勤，中成靠智，大成在德。人生在世，修心养德才是顺遂人生的最大底牌。不走无目标之路。30岁是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期，也是黄金期。在普世的价值观里，30岁是人的一生中最最大的一道分水岭。30而立就像一个紧箍咒，不断提醒着男男女女们，到了这个阶段应该要成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成年人了。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毫无目标、漫无目的的熬度人生。农村有句老话说，人活到30岁黄土埋半腰了。年轻人对这句话的态度肯定是不屑一笑，而当到了30岁再回首，我们却不得不认这个理。按照人均70岁的寿命来说，此话并非夸张。此外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人过了30岁后，人生的黄金时期基本就过了，人的生理状态到了30岁基本到了巅峰期，30岁之后开始走下坡路。都说30岁前拼的是体力，30岁后拼的是人脉资源。年轻的时候攀登再高的山峰也可以做好毫不费力，而到了30岁，身体机能开始逐渐走下坡路，从前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，到了30岁之后，尤其是年纪越往后越大时，力不从心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所以人到30岁最怕就是漫无目的做事情，虚度光阴，不走懒惰享乐之路。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到达罗马。在通往成功的路上，没有多少人是一蹴而就的，唯有勤奋努力才能超越自我，超越平庸，最后取得自己想要的幸福人生。懒惰只能使人颓废，陷入无尽的黑暗深渊。人到30岁应该知道怎么去做事，怎么去做人了，知道怎么去为自己的人生去努力拼搏。在这个时候，不管是工作事业、婚姻家庭，还是个人成长，都应该是不断向前向上的。而人在30而立的年纪选择了懒惰游手好闲，那么前途必然是一片渺茫的。人只有勤劳努力，才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，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贪图安逸只会让生活止步不前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生渐渐走向衰亡。40不碰三事，不碰婚外之情。
感情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的事情，婚姻更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属。婚姻是我们情感的寄托之所，是心灵的归属之地。婚姻会经历风雨，也会经历平淡。亦能走过风雨，又能走过平淡的婚姻，才是真正美满的婚姻，才能收获一生的相守。婚姻最怕的就是婚外的感情。婚外之情就犹如一把匕首，会直接捅在婚姻的死穴之上，会令婚姻破碎而再也无法挽回。真正聪明的人不仅看透了人生，更懂得婚姻的真谛，会格外珍惜自己的婚姻，会格外疼惜自己的另一半，不会做任何伤害婚姻的事情。就算婚姻已经进入了平淡期，两个人之间没有了新鲜感与激情，也依然能恩爱如初，能恪守住自己的内心，不随意对他人动情。哪怕面对婚姻之外的种种诱惑，亦能不乱阵脚，不迷失方向，而始终忠贞于婚姻，不碰婚外之情。第二是不与小人为之。周易中说，君子远小人，不恶而言，宁与君子结怨，不与小人为友。人生路上最怕的是遇人不淑，交友不慎。结交益友，有助于我们的人生成长，有利于身心愉悦，而若交友不慎，遇到小人，则可能给我们带来祸害，甚至带来生命危险。苏东坡曾说过那么一句形象的话，说人才如凤凰麒麟，难得且不易留养，而小人如蛆虫苍蝇，带有腐肉之处，蜂拥而至，驱赶不去。都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应该尽可能和品德高尚、拥有正能量的、积极阳光的人多交往，尽可能远离鸡鸣狗盗、偷鸡摸狗等蛇鼠之辈，以免给自己带来祸端，导致城门失火、殃及鱼池。人到40岁，思想已经成熟，且经历的事情也已经足够多，这个年纪应该学会了洞悉世界，洞察人性，学会了辨别真伪和选择，摒弃身边一切坏人坏事，以免给家庭、事业、人身发展带来伤害。一个良好的选择，才能避开很多的潜在风险因素，才能最大可能提高幸福指数，让自己的生活朝着正常的轨道发展。不碰损人利己的事。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朋友，甚至是自己的家人。这样的人看似过得风光无限，可走到最后，身边却没有一个交心的朋友。把自己的利益获得建立在对别人的伤害上，迟早都会遭到报应，就算现在过得风光，也终会失去一切。这世间的一切都讲究因果报应，那些做多了损人利己的事的人，种下的皆是恶因，得到的也只会是恶果。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你都不能再这样做了。与人交往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损人利己的事情是不能做的，一旦你做了，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正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可以这么利益，但你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。学会善待你身边的朋友，学会用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上的满足，你这辈子才会问心无愧。杨晓生说，人可以做很多事，但不可以做一切事，人可以有野心，但不可以没有禁忌。人到中年，要懂得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该珍惜的珍惜，该释然的释然，最后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浅浅小幸福。